山登山步道 6.7K 处啊，有民众身体不适，啊，本分队获发后啊，立即请求相关友军单位支援外啊，本分队立即出动啊，所属车辆啊及五名警校及一名替代役啊，其中啊，本分队所属啊杨姓役男呢，于今日啊即将退役，24时去取，但是啊，能本着啊救人服务的热忱啊毅然决然啊陪同啊分队啊所属的同仁及学长啊火速赶往现场救援。